大家好，我是 TAB 的 Dana，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这台2019年的保时捷911卡雷拉 GTS。在这引擎盖下，保时捷911卡雷拉 GTS 有比普通卡雷拉 S 更强大的动力系统。这辆911 GTS 动力上搭载了 3.0 升双涡轮增压六缸发动机，最大输出450马力和405的峰值扭矩，它是豪华和动力的化身，给你更具运动感的驾驶体验。这辆车光滑的灰色车身搭配着黑色前唇，再加上20寸的大轮毂以及亮黄色的刹车卡钳，让它低调但不失特点。当你坐进这辆车，你就会发现它的座椅、它的靠背，包括它的方向盘都是用 OD line 材质包裹着。当你坐进这辆车，你就会发现它的座椅、它的靠背、它的中控箱，包括它的方向盘都是用 OD line 包裹着。全车是黑色内饰，但是给你配置了黄色的小钟和黄色的安全带，让你觉得不无聊。除了黄色的点缀让你感觉不会无聊之外，它车身里面还配置了这些碳纤维，会让你感觉更加豪华。你可以看到这辆车跟其他车不太一样的点是，它的后备箱其实在车的前方，所以我应该叫它叫前备箱吧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前备箱容量其实不大，所以如果是一家人要长途旅行的话一定不太够，但是如果就两个人去一个短途旅行，放两个小手提箱完全足以。这辆保时捷 GTS 还配有保时捷双离合变速箱，让你无缝换挡和精确控制。我的名字叫 Dana， 如果对这辆车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加我的微信 TABDANA TAB Dana。这台2019年保时捷911卡雷拉 GTS 现在的售价是136,900。如果对这辆车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联系我，我的微信是 TABDANA， 或者大家可以来 Toronto Auto Broker 找我。